예, 교회 여러분도 올라주셔야 되십니다. 박수 부탁드립니다. 아, 안녕하세요. 我 and Cantonese. 我嚟咗韓國唔係好多次啊，我諗一生人裏面今次係第三次。十年前好似嚟過一次，咁就感覺上好好大分別啦。咁我希望以後可以多啲機會繼續嚟呢度同大家見面。那个严格的说，我是第一次来韩国，因为以前只是在机场过境一下，跟他感觉差不多。这次来觉得韩国特别好，很喜欢这里，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喜欢我们的电影。我都系今次系第三次嚟咗韩国啊，咁我觉得韩国而家靓好多，我以前冇乜机会睇。以前冇乜機會去睇咁多嘅地方，咁我覺得我好希望，因為一落飛機個感覺好強烈啦，咁我好開心，我亦都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哋啲戲。少林足球係講關於少林功夫同埋踢足球嘅一個電影咯，咁啊。我哋花咗兩年時間拍咗呢個電影，咁暫時呢個電影係我本人最滿意嘅一部，咁啊喺香港做咗好嘅成績，但喺韓國係咪同樣都可以做到咁好呢？即係我諗要韓國嘅觀眾大力支持先得。啊，詹妮咁靚，點解整到咁醜樣？呢個我諗大家問下佢自己本人，因為其實咧佢本人咧都好希望演出一啲。有点特破的角色对他来说也是他是非常有兴趣，我要让他演漂亮的他都不开心，他老是又有一些特别，说真的他这个是他自己的要求啊，是吗？因为演漂亮演美女太累了我就决定演丑女，觉得可以轻松一点，而且觉得有点突破，然后结果扮演丑女更累，因为每天化妆最短四个小时，最长十个小时。因为我演了已经不少挺漂亮的女孩子了，然后我觉得有一点无聊，然后正好周星驰要拍这个电影，我觉得他的电影里面很多东西个性很强，要别人拍丑女我是不敢演的，他要去拍我就可以去试一下。香港记者就会这样拍，生。差不多。哎，你是从哪里人？